我没有吃过素，对，国二的时候就那个。袁咬伦认了国二初恋，给第一次没吃过素，昨天才跟人家暧昧。那七个吗？七个，这样子真的有偏渣呢。真的假的？20岁的时候我有超过七次。什么意思啊？恋爱实境节目《为你唱情歌》将在8月13号晚间10点播出。袁咬伦担纲明星经纪人，萧雨安的孙盛熙则是音乐制作人。哎，小编以为是节目记者会，原来是原著情史爆料大会啊！那这你上一次暧昧多久？昨天。暧昧很简单，然后你也太侮辱我的长相了。快的话一个礼拜决定，慢的话老实说我也有过断断续续、陆陆续续在一年两年的决定。是一个非常丰富经验的，分分合合的人。是你听到的那一段江湖传说吗？所以我才会坚持要来这个节目，因为我才能可以分享，就让他纯粹化。从暧昧到交往，大家是什么样？今天是欧米是不是？我第一次恋爱国二的时候，然后中间顶多就有一两年。所以袁咬伦现在是持斋念佛的境界没有。我是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在界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哎，你们不能那么极端，没有谈恋爱不代表持斋念佛。哦，不是不是，我没有吃过素，我是一个荤食主义者，对佛的时候就。那个，这可以聊吗？因为那时候年纪很小，所以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。哦，20岁的时候在干嘛？打打保龄球啊，那时候还有流行撞球，看看电影啊 ，MTV 啊 ，YouTube 啊 ，You know I know，Everybody know， 卖 gay 哦，你都选魔戒哦，那些三个一起出个特价哦。哎，怎么头才调到别的节目里？那你会觉得很可惜？我也不是第一次推出这个团队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会不会很腻？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。所以我第一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不开心，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，阿哥最怕的。